好看是。到日本的 Train Studio， 今天呢，我们又回来到我们的熊猫岛了，耶、yeah ！大家应该还蛮看熊猫岛的吧？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第二集，我们要去找第二个。哈哈哈！不要乱看我的猫，是谁啊？拉杰威尔，嗨，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拉杰威尔啦。那来，拉杰威尔，给你挑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？还没。对。你比较喜欢哪个岛？你跟哪个岛一见钟情？那我看过。上面岛右边那个。樱花吗？是中间那个哦，钟楼、哦。那我们从我们的村民岛去吧。那我好，来帮忙吧。那我来扶吧。哇，我怕推到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扑过去吧。好了，那我现在呢，已经扑来了。怎么？跳绳猫猫是我的。啊，好好，给你。哦。啊。啊。哦。你去里面看里面的神怪砖，箱子是你开过的。哦。TNT， 为什么你头上要带 TNT？ 我不懂。吃午餐。哦，附魔的快钻石铠甲。啊，好痛啊、哦！不行，这太痛了。你先员工。给你，过来。这样，我先冲进里面擦亮。哎、欸，里面有凋零。啊，我死了！哦，那个死了，那凋零哭了。啊啊啊！我拿那个斧头吗？对啊，他斧头是什么附魔？有，应该没有。还有一个左的。他斧头，风力三燃烧，哎！哇！哦不，你，我们去二楼，攻略二楼。这样他好像会越升越多，哎。我把它擦亮。等等，你先上来。啊，我洗一下，我不行啊。它是有，而且，你没有在二楼，你在哪里啊？外面。真的。真的、啊？没有在這。哇，你的那个机会。哎、欸，过来，我给你一个武器。哎、欸，你一定要啊，不然。啊，你先。树上的不用。下去，欸、给你，快，给你。啊！有，走上去，快。怎么还会死人呢？
怎么还会生？哦，猪人的那个啦，猪人的真怪砖没有被阳光线，我上去了。Oh my god！ 哎 ，boss， 上来打 boss。先吃东西。boss 死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出生，然后 boss 就被那个生怪砖压到，然后就窒息了。不是，那只是他骑的辅助。你看，我们得到我们要的头了。什么烂 boss 啊！我觉得这嘴人很好。来吧，啊！我差点被你挤下去。你要看是谁的头？Castle Island， Ivy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你看是史蒂夫头吗？他看起来像史蒂夫哎、欸，你看起来也是史蒂夫吗？对啊。啊好，那没错啊，是他吧 ？A I U Y， 好，那就是他，没错。好。不行 ，Red， 那是那个不一样。对，这个是备用箱，我们不要动这个。其实刚刚开场前我就说，你在这一集过完一定会拿到超好的装备。你们现在看看它长怎样，这个怪兽，还有附魔有没有？这个、怪兽，我觉得你那个武器比我的还要厉害。好啦，那今天就这样啦，下一集这个怪兽一样会陪我们来玩这个熊猫岛。那我们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